小猪艾简唔踢得，车仔强阵顶得住拜仁。睇下哥迪奥拿同埋当年喺巴塞做翻译嘅摩连奴系几咁老友啊！嗱，咸丰年前嘅事冇印象唔紧要，但系相信皇马同埋巴塞等一定记得佢哋曾经喺西甲斗生斗死啦啩。虽然哥帅同埋摩鲁都离开咗西甲，但系缘分再次将两位拉埋一齐吧。今次嘅战场就系欧洲超级杯啊！拜仁近排真系几运滞啦，礼拜二俾佛赖堡以1-1逼和失分，主力舒惠恩史迪加仲受埋伤添，未知可唔可以喺今场波披甲。而提亚高艾简达拿同埋查维马天尼斯都喺度养紧伤，中场实力大受影响啊！车路士就唔同啦，可以强阵出击。虽然新兵韦利安仲未注册唔会上阵，但系中前场人强马壮啊，够晒实力喺法定时间保持不败，所以捧下盘等收钱啦、啊。